台东站知名的猫站长小不点经常穿梭在月台呢，陪伴乘客等车，获得了超高人气。而台东火车站也藉由耶诞节活动，为他打造了耶诞服饰，可爱模样超级吸睛。台东火车站表示，小不点穿梭车站六个年头，只有请过三天病假，希望透过小不点将耶诞温馨气息传达给更多的旅客。而除了员工特制的耶诞猫装之外呢，台东火车站也为小不点设计的祈福卡以及纪念章，希望让乘客可以带回满满的祝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